机器人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二台车子，那我们先想办法把它改造一下。这样行吗？不行吧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T 字形大地 ，T 型大地出发啊 ！T 大，大家都小车子，哎，每个人都小车怎么玩啊？啊，大家都小车就好了啊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家开局的话就往这个我们的左前方走。左前方小路超进去他们家里面，我相信那边应该是防守比较薄弱的地方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C4 的地方啊。C4 呢，相传只要任何麻烦，只要用 C4 就可以搞定啊。但是我们不要用 C4， 我们改用 B5 啊 ，B5。那看能不能一直沿路绕到 B12 啊？什么叫 B12 呢？就是新1.0 B12。好，再拿到 B12 呢，我们就可以新1.0啊，赢得这场胜利。那我们现在继续前进啊，这边有个电浆炮的一个超级喷射车啊，它的数量比我，它的车速比我更快。可是其实还好啦，它挂载一个 turbo 呢，速度还是没有比我快，至少也是才在活动之间而已。好，对面有人发现我们了，好，对面有人发现我们了，我们赶快进行一个闪避动作，啊，进行用这个闪避呢来去躲挡他们的攻击，啊，慢慢的迂回靠近，利用这个我们的机动性啊来躲避敌人的攻击，进而去战，就怎么讲，进一个战术性的推进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车辆已经来到这个 C7 啊 ，C7， 那，啊，我们现在准备要进入这个水中，水中可以进去吗？好，可以，好，但是有点滑，但是没关系。滑归滑，但是可以开就好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一直推进了，敌人的关口就到我们的面前。那到底这波攻击会不会做出一些相对应的效果出来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到敌人的这个领地中。好，领地中没有人防守，这是一个大好机会。那只要人能够顺利进去的话，哎，不对，好，现在这边有两个人在防守，三个人在防守，有一个灵车，好，灵车进行攻击啊！啊，太可惜了啊！这波攻击果然还是失败了。好，我们要大招不能常开啊，被这个灵车。好，知道灵车呢，就是它就是这什么叫灵车，就是代表它是从来自灵界的车啊，灵界的车专门就是收这些小妖小魔哦，像这种想耍小聪明的这个小妖啊，这一定就被他收掉了，这没办法的，啊，这是因为是战术性的相克，绝对不是个人技术上面的问题哈，因为我们知道比赛就像是一场博弈，所以有时候这个我们比赛会输掉啊，不是因为你玩的烂，哦，是因为你就是这个战术性，哦，就是一个失误了啊，战术性的失误会导致这个人的任务失败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友军呢，哦，友军的话这边剩一个轮胎，哦，剩一个轮胎非常非常痛苦，他恨不得呢拿那个机枪塔，啊，往自己头上打一枪。但是这个机枪塔呢角度不够，所以他依然就只能这个非常非常痛苦的啊，这个忍受这个寒霜，好，在这面前啊，完全没办法对自己做这个痛下杀手啊，哦，想死的权利都没有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敌人哈，敌人来这边占领了蓝队的基地，然后蓝队马上进行一波防守，不过车子被打爆了啊，完全没有一个什么功用哈，啊，现在要回到这个残疾人士，你还好吗啊，先生你还好吗啊，昂天长啸打两发啊，这证明说他还年轻还有用，但是很快的啊就不行了，好像就垂头丧气了啊，告诉你不要常熬夜啊，常熬夜天气冷啊，这个两相的作用之下呢啊就会进行这个加成的伤害啊，加成伤害啊，爹马上过来找他了啊，想活啊，想活没机会啊，完全没剃光头的节奏啦，失败了啊，失败了非常非常彻底，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，就是赶快把这款游戏删了啊，你不适合，你不够格啊，你不够格。好啦，那怎么办呢？继续玩嘛。你说首家是不是存活率提高？可是这样很难呢，要赢真的很难啊。难道我要做那种完全首家型玩家吗？也可以啊，那也可以啊，那我就来试试看好了。完全首家型玩家，好强啊！好了，这样 OK 了啊。然后这里的话就这样。
哇，美轮美奂，太完美了！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房子？啊，这是一个守家的节奏。哎，不行吗？要把小孩取消就对了，好吧？这也不行吗？超级要塞，好啦，这样就很完美了啦。不要在那边讽刺哦。好啦，算了，不用装轮胎了，轮胎什么的浮云啊。我们要勇敢一点，勇敢的面对自己啊，勇敢的面对自己。好啦 ，start。不动，敌不动，我不动，你就是不动，都让他吓到，看到你就怕了，看你就怕了，多一点炮，我就没炮了，我不能装炮了。队友一定非常欣慰，有这种队友了。可是这种队友真的太好了，都没人愿意守家，就是我这种玩家真的愿意守家。哎、欸，你也陪我啊，这么好。觉得他还是走了，你根本不愿意陪我吧？放一个人孤零零在这边。可是我觉得我还蛮好看的、啊，其实真的还不错。但是这样玩有点孤单呢、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玩有点空虚，有点孤单，有种寂寞的感觉。哥玩的不是萝卜，是寂寞。好寂寞啊！好寂寞啊！好想有人来陪我，来陪我，快来陪我！我错了，我不该不装轮胎，我下次一定会装。拜托，来个人也好，随便一个都好。宅宅，安宅船，安宅船。哇！自从家里装安宅船之后，就变得非常的好了呢。哎，他跳了！哇，他听到我的呼唤了，安安。哎、欸，电脑来了！安宅船，安宅船，想试一下安宅船的威力啦啊！你有不动就打输你吗？不可能好吗？哎呦！我打死一个人了！哎、欸，第二个，有劲！哎呦！哇！安宅船！哎呀，太可惜了！好，没关系，好，我们跟队友顺利解决他了啊！合作就是力量啊！安宅船，开玩笑，完全不给对手一点机会。嗯，这个赢球的感觉真好，我取得了一杀啊！太猛了，各位观众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才是真的强悍啊！这种强力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敌动我还是不动，是不是？哎，刚、欸、才没有说话对，我二对二，哎，我二对二，我打敌人打很痛啊，而且那个尾道也是我杀的啊，对不对？就是麦块的力量啊，麦块太神啦！打架不用打那么久，真的很强啊！连胜三个，他输了吗？我看看啊，他们抓的 FTW， 哦，翻车了啊！我们等着被收割啊，被收割了啊！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被收割的节奏。好、哦，上面还有一个一二三四五，他躲在上面想要躲过敌人攻击，不过还是被狙击到了。哦，这个是完全躲不过的啦。然后看得一清二楚。哇、哦，这个船也这也太 OP 了吧？有这么 open 吗？哦，他前面是被打掉。我想说他这么开放，可这种车也不错哎、欸，这种车也不错，就是一个神车。好、哦，赢了，太厉害了！
啊，我决定他说我们都盖一个那个堡垒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堡垒还有那个城垛，有没有？城垛里面就冒出一堆那个枪，会可以这样射人这样子。那别人打不到你，你就用城垛一起攻击人家。哦，非常非常卑贱的攻击方式。哦，真是太厉害了啊！今天已经开始慢慢讲到这游戏的节奏了，哦，让我现在燃起了一阵希望啊，燃起了一阵希望。我相信呢，下次在实况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个安宅船呢，哦，改成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安宅船，变成是超级安宅船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再接再厉。